爱情的基础不是信任吗？你应该信任他一点。听完你说这话，我挺感动，但是我可能真的只把你当成朋友。行了，用不着你感动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今天矫情话已经说的够多了，我自己都有点犯恶心了。我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，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会好好走下去，把话题都说明白，彼此都点信任，行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你要去追他吗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刚才我在跟你说的时候，我说你是选择我还是要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是我心里面有一点动摇。我知道我错了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的工作，首先我不能因为你把我的工作不要了。就是因为你的工作吗？我很担心失去你，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好，我很担心你我的好友会像他们那样，我很怕失去你我才会这样的。我跟你讲，妹妹，可能我跟你以后在一起了，我以后还会这样，身上还会有烟味酒味，身边可能还是会有就是美女，但是、我敢吗？你们都说我有问题好吗？我有问题，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！你要是不瞒着我，我也不会这样吗？我敢吗？